边有一只按钮，啊，怎么又有一间？不可能，啊，这刚才走过来都是按摩店啊。啊，怎么写的都差不多？对啊，所以我脚按摩，他就一直按我脚，按一个小时哦。我怎么知道、啊？如果你要换一个部位，你还要再花另外一个钱哦。可能吧，还是一间。这么多人按摩、啊，他写足底按摩啊，啊所以他就是一个小时一直狂压你的脚，压到你淤青这样。你进去试试看就知道了，什么鬼？他就一直摸你的脚，怎么还？